要看拳，要看拳，脚步要移动出来，不要被他关关角落了。眼睛要看，眼睛要看 ，Stop， 开始。头要抬高一点哦，头要抬高一点哦，不要用头锤哦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眼睛要记得看拳头，不然都会没办法去做反击。要看，要看，要看。停。